人参果是那种特别清甜，清甜。它那种是收到就微微发黄的那种，不是那种白果，白果不好吃，是像生的一样。这是收到就微微发黄，越捂越黄，越甜。嗯，越黄的越甜。它不是那种白果啊，那种白果不能吃，老难吃了，捂也捂不熟。形容不出来它是什么的什么味儿，那种特别清的，有点像哈密瓜那种清凉，那种清甜，特别清甜。就怕有点磕着吧。皮不能吃啊，皮不好吃。嗯。但是越黄越甜越好吃，太好吃了。看超市卖那种都是白不了的那种，难吃死了。这就是那种树上熟的黄果。